guys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video. 今天是我在加州的第三天。然后今天我住在的地方是 Airbnb， 我们这边租了一间房子。然后现在住在的地方呢，其实是洛杉矶 ，Los Angeles。然后呢，今天要去的地方其实不多，应该就是去看一些风景而已。然后最主要是这个房子，不准，真的超帅，超级古老，超级酷，真的很像住在城堡那种感觉，不是那么大，可是真的很传统的感觉。给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， let's go check it out。这个呢就是我的房间，Great，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厕所，我这边是储藏间。你看这个壁画都很酷，然后这个哦，这个没东西，这是他们的小客厅，电视，然后还有壁炉，还有我。进来之后，这边就是他们的厨房，就是煮东西的地方，然后洗衣机还有烘干机，提供给我们这个，真的很赞。酒杯之类的东西，咖啡机 ，of course， 美国人都喜欢喝咖啡。最屌的是这个东西，你猜什么？你以为它是壁橱的？不是，它其实是冰箱。小猫啊，冰箱。这是冰箱哎，靠，这个设计是哪招啊？这现在太屌了吧！这个冰箱，看，太扯了。基本上不可能去外面躺在那边晒太阳，因为太热，然后可能会晒干之类的。所以我们暂时在这边逛一下街。美国人他们喜欢晒太阳之类，然后逛一些海滩附近的店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享受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并且分享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订阅。我们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。